元朗嘅市民積極參與體育運動嘅熱潮，同埋達到強身健體嘅目的。元朗區嘅市民希望咧，大家大力支持。我哋相信元朗區以至全港嘅市民都會受到呢股嘅熱潮所感染。今次呢一個嘅活動咧，我要多謝咧，除咗元朗區體育會贊助咗250萬之外咧，仲有其他嘅團體，包括賽馬會同埋一啲公司嘅贊助，令到成個活動咧得以咧係更有效地進行，舉辦得更有聲有色。所以喺呢度借大家嘅掌聲，多謝呢啲機構。亦都對今晚參與喺呢個活動入面所有嘅工作人員，大家付出嘅努力，我知道咧，今呢個活動係舉辦咗兩日嘅，兩日大家都不辭勞苦，為我哋大會出力，令到呢個節目咧更加新色，更加係出色嘅表現。所以喺呢度咧，再次感謝大家，亦都預祝大家有一個美滿嘅成績，以及咧係更好嘅呢一個體育嘅發展。好。